来，胡搅蛮缠。哎，这个简单。白马，飞驴，飞马，飞马。师傅，于师傅，我可听说了，这个说每家公子都掌握着三门绝学。对，但是呢，这个相生相克呀，其实是四个才能形成一个闭环。对了，所以说我们还短一个。所以呢，你们就得从我这儿抽取一个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我们这个秦公子呀，他就没告诉我们咱家有什么绝学。对呀，因为我们也没告诉他我们要干嘛去。王公子告诉你没有啊？王公子就给我条鱼，你走吧。你们怎么那么废物这个？主要是公子太废了。对，不是，我是觉得反正也是抽，咱就抽吧。不是，哪怕抽完了，这也是你的手气。哎，对，如果要是还连不上，形不成闭环，还得再来，那就这次就作罢了。那就是你们手气不行。行，如果要是连上了，就证明从我这儿学到东西了，也得到技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来吧，各公子请抽一下。我来第三张，是个好数，三三见九。胡搅蛮缠，胡搅蛮缠，胡搅蛮缠。我要第四张，第四张好。我来第一张，口吐芬芳，这好啊。最后一个就是我的了，哎，好，我这是什么？据理力争，嗯，我喜欢。都得大音牺牲，就喜欢。哎，我让我牺牲，大音牺，对，就是让我牺，让你熄灯，再见了，好，再见了，朋友们。这个呢是一项技能，哎，但是这项技能的使法是这样的：首先你得把这张牌给人亮出来，哦，亮出来以后，你要跟人使一个姿势。我们这儿有家童，让他们把这个姿势交给你们。好嘞，好嘞。那我们先教第一个大音牺牲。大音牺牲，在发动变数牌的时候，要说出这个技能的名字，也要做动作，比如说大音牺牲。你快你尝一尝，你这是我是那牺牲那个大音牺牲，大音牺牲，对，这是大音牺牲的变数牌的动作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胡搅蛮缠的，来胡搅蛮缠，来胡搅蛮缠，哎，这个简单，这好，胡搅蛮缠是吧？哎，这很好学。还有一个据理力争的动作是据理力争。哎呦，距离力争，对，行，可以，我这样行。然后第四个是口吐芬芳，口吐芬芳，口吐芬芳。哎呦，别脆啊，别脆，真脆了。行，您没说这相生相克呢，谁克谁呀？大音牺牲克据理力争。你来了，你过来，你上这儿 来，我克你是吧？你克我，对，我克谁呢？据理力争克胡搅蛮缠，胡搅蛮缠，胡搅蛮缠克口吐芬芳，克你，口吐芬芳。特大音牺牲啊！你再站那边去，去，你再站那边去。对对对，那站那边就对了。哎，对了，然后完我再站这边。对对，这是。然后我再，你再站这边。咱是有病啊，咱是不是？你们累了。行了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吧？我这个在您这儿怎么能加钟呢？这已经加上了。我们还有三种特殊技能，学会了才能加钟。那这个绝活怎么跟您学？也还得再教。也是还得再教。哦，这赖我们一开始没说在头里。我想学绝活。我想学绝活。那个也是一个鱼，可以学特殊技能。哦，咱我们仨还有三条，那是可以啊。四哥，你没有鱼了，可以先出去给他们三个继续玩。出去，这就不能再学了。我得先去跟那公子聊聊去，是吧？哎，跟他们说说，特殊技能有三项，我们可以每个人挑的不一样，对吧？特殊技能每次只能传授给一个人。哦，行，我们学一个，那你们挑一个人学呗。那蔡丁壳吧。啊，来，我出这个啊，你出这个，我出这个，那我出这个，行，好嘞，来吧，行，来，丁壳，你看看，你看你这人不听话，我就说默契，你这玩意儿，我得赢你们俩了啊，我也得赢了，嘿，丁壳，哎，行了，你看我赢了，师傅，赢了，教你白马飞马，学的是这个，白马飞马的动作是这样子，白马飞马，嘿。看了吗？这是谁的绝活啊？刚才是你赢了，四哥赢了，四哥，来吧，大林。哦，我还就展示一个。那当然了，给让开，健身鞋，全是展开了啊！来了啊，白马，飞驴，飞马，飞马，这不是这招能干嘛呀，师傅？这个特别好，这一招将反弹对方使用的任何变数。对，哦，反弹，这是最高级别的。他给你使什么招数，你这个的，你都反弹过去了，你都给他怼回去。哎，但是唯一一个就是每一局，这个只能使一次，这技能啊。我跟您学完这个
绝招之后，这钟不加吗？加一个钟，加一钟。对，给你加一钟，谢谢。